我是个男的，我爸也是个男的，我妈不是男的，我爸是保安。我上大学一年学费好几万，我学不明白，毕业了我就找个班上。我在大城市一个月挣6000，感觉自己是高收入人群。我爱喝点咖啡，但是我小时候只喝冰红茶。我买假的瑞克欧文，但是我小时候穿美特斯邦威。